大家好，我是娜娜，没有错。那我们今天再继续我们的牧场物语重聚矿石镇啊。如果喜欢片，按个赞，订阅我，订阅我，去找我的最新影片。好，然后我们还有4天，我们有4天就要进入那个夏季了。然后今天是阿克雅的生日，好，我们等下买点那个面粉给他好了。晴天，然后综艺节目第3集，嘿。拍成连续剧整套 DVD， 呀，为什么又要签名了？等一下，好，凯姐好快，OK， 然后新闻台，好，那没东西了，今天我们来换个妆，女牛装好了，我还是需要女牛装，好，走吧 ，OK。今天我们先采收我们的葡萄，然后我们的蜂蜜，然后要给那个家伙擦擦身，好，来再给他讲一下话 ，OK， 好，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小鸡，嗨，还有你，嗨，还有你，嗨 ，OK， 然后我们先把鸡蛋全部捡起来。然后我们把高品质鸡蛋孵化好了，好，给了，然后这里摇个铃，然后我们先去山上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捡。有花花，然后木材砍掉好了，好，然后在下面应该没东西了吧？有，还有一朵花 ，OK， 走吧。我们去上山，上山，然后看一下山上有什么东西。山上还有花花，那什么东西啊？竹笋，好像没有了。那我们走吧。接下来就到这一边，这边有花花，看看有没有树可以砍。有树可以砍的话就完美了，但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呢。那算了。那我们可能等一下回家拿一个桶，然后先把我们的那个，先把我们的那个斧头有没有？先把我们的斧头升上去，升上去之后再看看要怎么办。那这边一样丢小花花，嘿，你喜欢就好，拜拜。那我们给帕布利一个，好，然后接下来鸡蛋我丢，不要担心哦，好，可以。那我们走吧，9点多应该还来得及。那我们家要去找那几个夫妻了，那两夫妻。哎，其实我可以先把面粉丢掉，不要动。好，明天要加油 ，OK。来，还有这里，我等下再，我先去买面粉再回来好了，走吧。10点多，这里应该还没开门吧，对不对？他还没开门，那算了，我们先上去，先来这里，嘿，拿去，马上 ，OK， 那我们再去左边这边，左右边随便啊，都行啊，然后先压温泉蛋，好。然后我们再去楼上，要去杂货店，杂货店，我们顺便去找老奶奶好了。奶奶，你到底喜欢什么东西啊？奶奶，我给你蜂蜜好了。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老奶奶喜欢什么东西。那我们先来这里，我再给你买个饭团，买几个垫子好了，我觉得应该没关系。那我们再买小麦粉，小麦粉买个13个好了，好，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对吧？那接下来就到我们的教堂，教堂需要，算了，我再来看看，先给你饭团，以后我给你蜂蜜看看，
不要不要不要，不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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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很长。OK，那卡特这边处理好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矮人，跳一天跑好多地方哦。先给你小麦粉，再给你更多小麦粉，再给你小麦粉。跳，为什么？我给好吃小麦粉哦。OK，这边好了。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去铁匠铺那一面。哇，我今天要跑好多路哦，但应该还行，走吧走吧。接下来跑铁匠铺那一边，我们可以走这里，可以顺便捡一点花花草草。啊，我好像忘记拿铜矿了，是不是？哎呀，没差，算了。这里先跑一趟铁匠铺，收银台。我没办法干拿吗？今天休假吗？哦不，是哎，公休星期四哎，完了，我可以下去了。哎呀，算了，然后先去楼下呗。我要先去看一下，就是我们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我是说，把那个家里扩出来的话，哎，还在外面。你要回家了没？你要回家了没？你要回家了没？他不回家，我怎么办？呀，还是剩下两棵树轮回耶？到底算了算了，我家再回来。那我先去看一下牛牛好了。还是上面轮回耶？怎么办？我只想刚刚买一点东西。我先看一下，我记得还有一只东西叫做那个兔子的，兔子会好卖吗？其实我蛮好奇的。先买点饲料好了，以防万一。好，然后我先去右边，我先看一下牛牛。其实我不懂啊，到底要不要买牛牛？5000。我们可以买羊驼，羊驼我要骑什么啊？我不知道哎，咦，多呢，我不懂哎，羊驼我们要起什么名字？羊驼一号，哎，可以打中文的，好，那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那我们先甘草饲料应该不用买，买点甘草饲料好了。每天要喂饲料，好，可以。然后鸡喂它可以增加亲密度，可以说话，然后可以毛刷，然后需要那个剃毛剪才可以使用。好，好感度会有变化。长好毛的羊驼使用羊驼的人工配种器，可以让它怀孕。生下的小羊驼。好，怀孕的动物要给它饲料，3天才会产生。好，好感度提得更高，可以放牧。好，霸点会自己回到去。好，可以。有，大概知道。那我先买一点干料好了，买个30个好了。好，行啦。那我们这边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先回去楼下。哦，给我看一下，要多少个东西就好了，要求不多，求你了。看一下就好，一下下就好。票来得及吗？我不知道哎。没来，赶时间。34，还在外面。呀，你在外面，我怎么看？算了啦，他不让我看，算了啦。然后我们先给还没给的矮人一些小麦粉。
等一下，他工作结束了，所以我又要再去请人，是不是？我来得及吗？我老实说，我并不觉得我来得及。我真心觉得我来不及，我感觉100%来不及。我觉得矮人那边应该也是关的吧，五点了，完了，今天光跑路就已经可以跑整天了。哦，还来得及！你，委托，浇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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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天，四点，好，谢谢你。还来得及，可以啦，没问题。没有注意到，就是他的那个没有了，吓死我了。OK， 好，那我可以安心的回家了，安心的处理一下我们其他的事情。我天啊，你看今天光跑路，我是可以跑一整天的，然后我的那个铲子还拿不回来。那我们先回家。我先看看我的羊驼。哦，羊驼一号。OK， 然后因为他没有今天没有给他食物，所以我们可能就自己放一个甘草饲料给他。好，剩下的丢进来。话说这边我要怎么拿一个出来而已啊？有办法吗？好像没有哎。好呗，那算了，先丢进去。好，我开五。OK， 我开有刷他。哎，等下我开有刷他吗？再给我看多一次，再给我读一次好了。有啦，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那我们走吧。然后我先那个丢下我们的叶落草，还有我们的蓝草，那我先下去把我们的饲料丢进去。嘿，我丢，我再丢。OK， 好，那我应该把东西处理到七七八八的吧，然后我再把我们的农场整理一下。太乱了，它应该全部都有浇水吧？有。那我们先把这边整理一下，因为我们之后要种那一个种草了。要爆的话，我觉得草会不够我们的羊驼吃啊，所以我们这边就先随便整理一下，然后可以顺便拿一个那个花花，因为花花之后可以拿去卖，然后卖了之后跟我说什么出到一定的数量可能会有什么东西之类的吧，要上面的那个说明是这样写的。好，还有，我们再做多一下，十点我们休息吧。好，这里。好，大概这样子应该 OK 了吧。好，走吧，我回家。然后先把那花花草草全部丢进那个储货箱。好，走吧，睡觉。那我明天再看看我妈做梦。今天赚了552，622。OK。今天有人生日吗？没有，今天没有人生日 ，nice。天气预报，明天是有雨，而且下一整天。然后这一个第三结局时刻。哈，等一下，所以等一下，感觉有点个怪人一下，算了，走吧，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吐槽了。等一下，我有啊啦啊啦啦，没事 ，OK。然后我们先拿出一个铜矿，我拿出一个铜矿跟一个银矿好了，走吧。那我们要开始接下来了。
OK， 他还没有到时间。他也还没到时间，那就好。好，这样再跟他说一下话好了。OK， 好了，这边弄好了。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小马。好。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羊驼。他会自己去吃吧，对不对？所以我把它放出去就好了，对不对？好枪，好。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楼下，这里。嗨，呀，我刚才以为我炸就拿不起来了。然后我们的 TT， 好，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然后再放出来。然后我才忘记把我们的告别名字的蛋丢掉。OK， 好。然后还有我们的葡萄。OK， 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我的每日完成。然后接下来一样就是先去山上看一些有什么东西好采的。我们有木头。嗯嗯。所以这位大哥，你要给我看一下，就是花生机家要多少样东西的没啊？我只是想把我的家升级一下而已，那你都不给我看，很难过哎。这边一个小花花，这边有一个木，然后这边有个竹笋。我怀疑这个大哥讨厌我，可是我没有证据。他每天在外面找木材，他到底有没有找到木材的、啊？问号。突然间很好奇，这里应该哦有，而且还是很多，还有这里的花花 ，OK， 好，走吧，拿到蛮多的哎，其实我是蛮好奇，就是你生之后还会再给我什么东西而已。那么先来这边，帕布利已经回家了 ，OK。好，嗨，喜欢就好，拜拜。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蛋。OK， 好，走吧。11点了，我去看一下有没有在，我去看一下有没有在。他有在的话，我就顺便点一下好了。啊，你终于有在。木材需要，石头差一个。所以我们木材差120左右。苹果树，我可以买苹果树哎、欸，我有点想买，买一个苹果树好了，再买一个葡萄树好了，再买一个橙子树好了。哎、欸，等一下，那树是我自己种吗？没有哎、欸，我那一树是在我家。哦，可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个合理耶，这个。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铁匠铺。噔噔，改造。我先给你买剪毛器，然后再给你斧头。果然只能银色，没有只能红色。好。哎呀，我忘记给他做什么，很大，好厉害！吃鸡人的鸡蛋，这是机器有精神的证据。我把借用一些做的温泉蛋带来一起吃吧。哦，阿优姐喜欢吃鸡蛋吗？非常喜欢。这样，那请等我一下。这是用小鸡和莉亚畜产的鸡蛋做成的温泉蛋，我做很多都够不介意去收下吧？不对啊，你只做了3颗，你给我一颗，你这样做的好吗？然后再把这一颗给……哎，帕波利不喜欢温泉蛋，哎，真假的？所以帕波利喜欢普通的鸡蛋，可是他不喜欢温泉蛋。
奇怪的知识又增长了呢。那我们先给秋克一颗小鸡蛋。秋克，你还在楼下？秋克是还在楼下。好，我奇怪，秋克不见了，然后玛丽可能又是玛丽可能又是要去八卦了，所以我们先给他。好，然后接下来就到楼上，要去找老奶奶吗？去找个老奶奶好了。老奶奶这里，老奶奶会喜欢饭团吗？其实我完全看不出老奶奶到底喜欢什么东西耶，她讲的话都差不多一模一样的。那我先来这边再买，我觉得我需要买一个幼苗，买两个幼苗好了。好，那我需要买更多小麦粉，这是所谓的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的吗？再买个两个饭团，好，走吧。其实我跟矮人的好感度到怎样了？蛮好奇的。卡特，卡特，我给你一个。其实我还是不懂卡特会写什么东西，算了。我给他葡萄好像不太喜欢，我记得。哎，喜欢吗？不知道，再给我一次好了。很开心，好，开心就好。然后后面，我们的矮人。其实矮人的好感度到怎样的啊？我们等一下给他检查一下好了。好，还一只。OK， 这样就没问题了。然后走吧，我们先去一个海边，看一下海边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捡。然后我们就回家，应该差不多了吧。OK， 你看，果然。好像也没什么东西可以捡，我觉得我们可以给哥哥，我们可以来一个快钻，然后我先挖个矿好了。没有，先钓个鱼。哎，这样我们不能钓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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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能钓鱼。我突然间看到我的那个小幼苗，我需要回家一趟。等一下哦，先回家，先回家。我们需要把那个小幼苗给种下，然后可能让我们羊驼吃几天的甘草先。因为我太子送了，我应该要早点买一个幼苗，对不对？我看看哦，这里，所以我可以直接这样放，哦，然后这一个我们放在这一边好了，分开放吧，因为它会那个，它会扩散，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哦，然后先捡它的羊驼毛。它那毛有一小撮，我们丢去撮下。它在收集当时，我们又继续丢进去，有没有？我给它个饭桶，看它会不会开心。好，那我们这边再切一下。好，那这里，我们这边也要再处理一下，让它整齐一点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明天开始不能放我们羊驼出来，而且让我们的草心长齐先，再让它出来吧，不然会被吃掉吧，对不对？好，我们先把这边出一个七七八八就 OK 了。像我们这边的牧草越来越多。然后在那个冬天前一天把它收起，应该就 OK 了吧，对不对？好，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好，大概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好吧，走吧，我们先回家睡个觉，然后明天再看看要做什么。呀，回家之前，我丢，好，可以。然后再把花花跟我们的木材丢进去，
OK， 好，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先到此啦。如果喜欢片段，点个赞，然后订阅我，随时找我的最新片。那我们今天总共赚了3470，可以啦。好，今天就先到此啦，来，谢谢大家收看，记住，拜拜。